后可以来的话，我再让你好好上台唱《爱极光》，我们练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不要背包包上来，这样很怪。好啦，谢谢各位同学，祝你们今天有个很愉快的夜晚。这么好听的歌声，谢谢这么好听的歌声和旋律和气氛，是不是应该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呢？一二三，谢谢轻松玩。一二三，谢谢轻松玩。好，那就是像刚刚就是那个 Summer 说的，就是垃圾记得要带走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向各位就是提醒一下，我们明后天成大吉他节的节目，5:30光复木质舞台，然后后天6:30远东就是百货广场前，那就。